谢谢啊。刚才是高峰和栾云平，是高峰是我师弟，哎，栾云平是我徒弟，对，俩人唱的不错，啊，刚才唱的德国梆子，嗨，法国梆子，让他们下去休息一会儿啊，又换上我们两个人来再说一段。其实您各位对我们特别熟悉，嗯，我叫郭德纲，哎，他叫驴鞭啊，在这个舞台上，你先等，因为你先等，您这么介绍我这名字有点壮阳了，知道吗？还有孩子，您吓死！这您说错了，岁数大了嘴不利索啊。姓于啊，这就对。于鞭、啊，那么在越介绍越小，这个姓于啊，你就别对付了，行吗？别搅和，您这于谦，这就完了，这不就得了吗？叫什么不吃饭啊？那不成，来了这么些人捧咱们啊，人家说德国人呢、啊、不爱开玩笑哦啊，中国人是特别好开玩笑幽默，而且你说这么老远上这儿上学来、嗯、上这儿工作来、嗯、啊，来了帮国内说相声的，大伙来看一看听一听、嗯、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，哎，这是今天只要大伙坐得住啊、哦、我待会儿给你们说点那个电视台不让播的节目，您还有这个段，其实哪段都不让播，哎，但节目好与坏不能用能不能播出来做标准，那对观众喜欢这是硬道理，对啊，当然了你让所有人都喜欢咱，嗯，不可能，不能够吗？你今天这么多人我已经很知足了哦，整个德国据说有中国人才150,000哦，分布在不同的村庄、嗯、啊，村庄是吧，我住那地儿，他们叫杜村啊，啊，离着还挺近的啊，啊，这个各个村啊，大伙儿今天能聚集这么多中国人在这儿，这是不容易的事情，是这，是不是？嗯，村长来了哈、啊，好吧，今天是一个高高兴兴的晚上，嗯，让大伙儿开心。对，人是就一中国人的老话啊啊，对了知音谈几句，不对知音枉费舌尖。哦，说您也不喜欢我们，您也不爱看您做的事儿，那不就受罪？对，是不是？何况您各位今天花了这么多钱啊啊，买票。当然了，这个为什么说观众是衣食父母就在这儿了啊？值得您的每张票钱吃饭、嗯，得对得起您，这叫义德。没错。当然了，您花钱了，您这晚上快乐了。高兴是用钱买不到的，这也是值啊！你花了800，花了1000多万，花多少钱吧？啊，挺开心就值哦！啊，你这花800，你在家看这800，你乐不出来。在家怎么乐？你在家吃完饭，你掏出800块钱坐那儿，你乐、啊？看着钱乐，这乐不出来啊！乐出来，你那个病800治不好。对，这不是神经病了吗？就是嘛。所以说啊，快乐是最重要的。对对，当然。今天晚上也有人没有来，哦，没来的啊，后果自负。哇，这有什么后果呀？后果很严重。什么后果？省不少钱。嗨，就是省钱这么个后果。哼，跟自己人才能说这种自己人的话，这是玩笑，是不是？世上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和一个艺人能被所有人都喜欢，嗯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做不到，那个不科学。哦，举一个例子啊，你在家看电视，嗯，打开电视，有主持人，有影视剧演员，有说相声的，不管什么人，嗯，某一个演员你不认识他、哦，你也不知道他是谁，你更不了解他的背后，嗯、但是打开电视你就恨他，就不喜欢他，这在心理学上叫刻板偏见。哦，有专业名词，你也不知这人是不是杀人放火了啊？头一回见你就恨得都不行，我就腻歪他。嗯、啊，允许啊，这也允许。哎、刻板偏见很正常。嗯、啊，打开电视又郭德纲做节目，哎呦真好。其实不是我多好哦，只是您喜欢，嗯，您能接受。人家有的人打开电视一看，郭德纲真讨厌，不喜欢，换台啊，那就不看了呗。行、嗯，嗯，怎么？郭德纲相声专场，哦，专场换台还不看？江苏卫视非常了得。换台，快聊！郭德纲演的电视剧，啊，换台，电视让你包了是怎么着？这全是你合着，哎，你喜欢您就看，不喜欢您就不看啊！是，当然也有人很偏激，怎么叫偏激？我不喜欢看郭德纲，谁也不许看啊，全都不让看。家里亲戚谁看你跟谁急？嚯！这一进门，他爸爸坐那儿正看电视啊，非常了得。你的节目，呵，气的，过去给他爸爸打，哎呦嚯，打上了。
摁着就打，至于吗？他妈过来还得劝，啊，别打了，啊，你爸爸是为了看柳岩，啊，哎，比看你楼子还大呢，这个。说这个事儿 啊，喜欢您就多看，不喜欢犯不着跟自个儿生气，这是实话啊。做艺人来说，难就难在这儿啊。正所谓众口难调，对，只能尽全力好好的演。哎，人生一世，说良心话，活一百岁的没几个人哦。尽量的既对得起自己，又对得起别人就可以了。哦，前半夜想想自己，后半夜想想别人。嗯，五经天明亮，心头想的事儿就是你的良心所在。嚯，哦，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想。啊，哎呀，圈里圈外啊，啊，人在江湖的，我千万可别对不起人，我，哦，怕对不起人，就老得琢磨这个。那您琢磨过吗？琢磨过呀。您有对不起的人没有？有啊。哦，你也有对不起的人？有。您说说对不起谁？同行啊。怎么对不起同行呢？在一个行业里面，啊，你做的比同行优秀，你这个罪过还小吗？哦，这就叫罪。只有同行之间才是赤裸裸的仇恨。是啊，你想着到德国一修自行车的，嗯，干嘛恨山东一种大葱的呀？那不挨着，不挨着，啊，他只有在一个位置上，为了共同的名誉与利，嗯，他才会有竞争。哦，那么这会儿就看人家良心了。嗯，厚道点的算了，人比我强就是比我强。哦，心窄的就是我就把你弄起来。哦，把你弄起来，我上不去，我也会很快乐。所以说人活一世，第一别害人，第二尽量别让人害，这倒是。所以说老说有对不起同行，其实话又说回来，这么多年了，不是郭德纲多么的出色，那是同行的衬托。你这话说的，这么多年来我就是中国相声界打不死的甄嬛。是啊，嗯，我也习惯，嗯，我也习惯，就这个好多人跟我聊天说你们这说相声分主流非主流是吗？其实我特别不愿意说这句话。什么叫主流？什么叫非主流？啊，不就说相声吗？嗯，所谓的分也无非是体制内的和体制外的。哦，分这个，体制内的那国家专业院团啊，哎，有工资，哦，哎，有奖金。嗯，体制外的民间这些个自己成立的院团演出，是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分。但是这里边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哦，分不开。于老师，主流相声演员出身啊，哦，对，对不对？那倒是。打小这就是曲艺团学员班，典型主流。毕业之后又在曲艺团工作，是。这到后来了，中年了，到德云社来工作。嗯，你说他是主流，他是非主流？这是说不清楚。人家还得过那个相声大赛的那个奖呢。啊，这个参过赛得。这个拿过相声大赛一等奖，没错，拿过。这个不丢人啊，这有什么丢人的呀？这多新鲜，可不是不丢人吗？当然不丢人，但是也不露脸啊。怎么不露脸呢？比赛列位记住了啊，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。怎么解释？文，所谓的文指的就是比如说艺术类的啊，唱歌了，说相声了，唱戏了，弹琴了，这都算是舞蹈啊，都算是文。文无第一，怎么说？艺术这个东西没有一个界定哦，说就是这个演员好，说就是这个演员不好，这是不科学的。是吗？同一个舞台上，张三说一相声卖不头，哦，李四说一相声报菜名，对，肯定有不同的观众喜欢不同的演员啊。你怎么能告诉我这个卖不头的就比那个报菜名的强？哦，我就喜欢报菜名，我就不喜欢你那个卖不头，哦，我就认为他好，那其他观众就认为那个好，你这不抬杠吗？对呀，啊，所以说文无第一，永远分不出来谁是真正的好，只能是大概齐。嗯，武无第二，是体育类的，是一定能分出来谁好谁不好，必须分出来吗？咱俩跑步，我打着到那儿，比如说我跑个20秒，哦，哎，于老师呢15天，哦，那我就别参赛去了，我这丢那人干嘛？你是半截拘留了15天，这好，我干嘛去了？比如说我20秒，你30秒，那这差10秒。一下就分出来，对，就是20秒的好 啊，就是30秒的第二啊，对呀，啊，很简单。但是艺术类分不清哦，所以说相声大赛啊，什么唱歌大赛，这就是乐呵乐呵就得了哦，非得说就是谁好，那是骗人哦。他实话实说，当初也是，我还看过他的奖状呢啊，我拿过大奖状，于谦什么获得相声大赛一等奖，对呀，啊，奖状拿着显摆，那给人看开心似的。啊啊，哑巴呀！
不是哑巴你得不了奖。哎啊，就哑巴才得奖呢。当年那年俩说相声的要得一等奖啊，那相声评到最后评的不是艺术，评的什么呀？哥，你师傅是谁？嗯，你师傅是谁？哦，你是哪个单位的？你是哪个院团的？哦，给你一等奖，你能花多少钱？给你，你能花多少钱？好家伙，到最后打的呀，人脑子出狗脑子了啊！评委们也没办法，那别闹啊，给他哑巴啊，这给哑巴了。他那回闹嗓子说不出话来，就给我了，得了这么一个一等奖，那是不露脸。当然了，你要非得把主流相声界和非主流相声界分开了啊，嗯，也不是不行。哦，那也能分。你比如说啊，主流相声界分三个档次。哪三个档？第一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，哦，和著名的可以上大型的晚会。嚯，啊，有大背头，哎呦，穿一制服，嘿，抹一小红嘴巴，啊，捯饬的跟北朝鲜政府官员似的，嗨，往这一站，嗯，激昂慷慨，催人尿下，哦，尿下。他说了多少遍，他也不信，你也不信。哦，这俩说相声给人的感觉就是，全世界要没这俩人，所有人都得堕落了。哎呦，啊，就很，哎呦，这个状态。嗯，第一个档次，艺术家。哎，第二个档次是著名相声演员。这个，嗯，大晚会可能未必上得去。哦，但是很挣钱。钱从哪儿来呀？吃企业家。哦，老板呢？哎，围着企业家转，哦，蒙吃蒙喝啊，借个钱呐，啊，就跟着一块儿。怎么？山西那个煤老板聘闺女，哦，打北京拉一车相声演员，哗，哦，送那儿去了。哎呦，都卸到矿边儿，哎，卸在那儿啊。对煤老板全家无限的赞美。哦，说好词儿。哎呀，这个新娘子长得跟我祖奶奶似的呀。这什么词儿？哎，然后那是夸人家吗？这煤老板，这给三万，那给五万，真不少发财。这都是属于做外围的相声演员。嗯，说相声也有做外围的，每年他们跟三亚有一聚会啊，没我们那个，这不一样啊。嗯，第二类，第三类就是普通的相声演员。这个大晚会没有他啊，吃这些个企业家也很困难。哦，那怎么办呢？吃工资，工资，哎，三千五千的工资，那不多。演出呢，就是以慰问为主，慰问不给钱啊？也给啊，200块钱啊，那不多。上台12分钟。这中国相声界内部定的时间啊，12分钟哦，上场就唱，唱什么呀？哎，无论到哪儿去，今天比如说青岛，哦，往那儿一站，哎，什么青岛啊，青岛啊，我的故乡，这俩不是青岛人啊，那唱就拿这儿当自己家乡，唱完了再说一个笑话啊，鞠躬下台，200块钱。哦，这当家乡这么唱，明天奔太原啊，太原呐，啊，太原呐，啊，我的家乡，哟，200。要改那儿家乡，哎，嗯，保定啊，保定啊，我的家乡啊，你瞧，哎，那也就是俩字儿的这个地方，他们唱仨字儿也行，能唱吗？石家庄，石家庄，我的故乡，200。佳木斯，佳木斯，我的故乡，啊，嗯，乌鲁木齐呢？乌鲁木齐，乌鲁木齐，我的家乡，200。布宜诺斯艾利斯，这个能唱吗？我酝酿一下，哎，这现想，我跟你说。别去啊！别去，怎么不去？这种演员没有护照，嗨，出不了国。你200块钱，你上哪儿去啊？最大的乐趣就跟家里拿手机拍鱼缸，干嘛呀？拍完鱼缸发一微博，哦，哇，我在普吉岛潜水，嗨，哎，潜水能看见鱼虫，嗯，这很快乐的事情。什么可快乐？这主流相声界，啊，哎，还有非主流，非主流相声界也分三个档次。你说说，第一。啊，都是民间艺人呗！哦，弘扬民族文化，振兴相声事业，哦，拿相声当自己的生命一样。哦，譬如说有，别闹，有，好吧，啊，好吧，会越来越多的啊。哦，第二个档次呢，就是普通的民间班社，啊，旱涝平天。是卖500吃500，卖300吃300，是，哎，多挣多花，少挣少花。嗯，第二个档次，嗯，第三个档次就厉害了。怎么呢？第三个档次的非主流相声演员，啊，最早是观众，观众听了些日子呢，揭竿起义啊，起义了，老买票，觉得不足以平民愤。哎呦嚯，120块钱做一大褂，35块钱来双布鞋，啊，就上了场了。站台上也说相声，哦，艺术风格多样化，都有什么呀？有陈胜吴广，嗯，有李自成，有太平天国，一群土匪吗？这不最难惹就这帮，哦，反正是
不管是主流也罢，非主流也罢，我很愿意大家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。啊，这么多的观众喜欢相声，咱们好好的说，比什么都强。没错，是不是？嗯，当然，同行跟同行之间还是有区别的。哦，好多人老恨我们呀，郭德纲他们很讨厌，对吧？郭德纲弄死。哎呦，其实话说回来，真是你把我弄死，你也卖不出票去，是吧？不是说我死了你就好了，那是两个概念啊啊！另外，相声是世上最简单的艺术形式，啊，可是又是最复杂的艺术形式。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行无章可循。哎，那我说相声啊，我这儿说，观众您笑了；我把这个交给我儿子，他这么说，观众就不笑；或者是我让我徒弟来跟我学，他跟我说的一模一样，他也不笑。他很难，他不像其他的艺术形式，唱京剧。我学马连良先生，我连毛病都得跟马先生一样才能像马先生，这行不行，你要跟谁一样你就死了，没办法啊。所以说在相声界来讲，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淘汰率特别的高啊，有的孩子七八岁开始来啊，一学学个十年八年的，到最后二十五六了还得跟他说，孩子你不适合干这行。还有的更惨呢，这都没告诉他，真是的啊，我就不适合干这个，适合干这个，你更适合干电工。哎，对，我修话筒比较快。而且相声啊，难就难在这儿，我们老说希望雅俗共赏，但这四个字说句良心话，真正的体现在舞台上有很多的麻烦。好多人老是说，哎呀，我希望相声更雅一些，这是一个误区。有荷花，这分不开。雅与俗是辩证的哦啊，太雅了，这个东西就不成为艺术了；太俗了，观众也接受不了。嗯，并不是说俩人往上一站，然后你也胡说，我也胡说，观众就买票，那不可能的事儿。谁听胡说啊？甚至说，过去我们有这个相声在舞台上说着说着觉得不像话了，别瞎说了，打这么一下，其实是一种技术手段。因为第一，这个扇子是特制的。啊，你会觉得拿起啪啪，为什么响啊？我们是经过加工的，不疼，它出声音，但是一点都不疼。对，情绪到这儿了，给这一下很正常啊。有的人说呀，打人很野蛮的，有时候我都想劝劝他，要为什么放弃治疗啊？嗨，谁治疗？你看看电视剧，看看电影，嘟嘟嘟嘟嘟嘟，一打机关枪一死，死一山坡人也没看你怎么着啊。哦，这打一下你都接受不了了，这玩意儿还得吃药啊，是吧？包括台上，呀，你为什么有时候老拿于谦老师开玩笑？列位，上了台这是假的呀！对，你看电视剧，这管这叫爸爸，你知道是假的；那当一枪打死，你知道是假的；一男一女一被窝睡觉，你知道是假的。啊，怎么到我们这全是真的呢？是，哦，说两句玩笑话就把你教坏了，你少来这套，你来时就是那个玩意儿。真的，听相声的全是好人。有文化有素质的才能坐这儿听相声。嗯，我要求是让你快乐。如果说在节目的背后你又能悟出什么来了，我很开心。哎，这段相声讲完之后对我有个启发，里边有个人物，这个人做事不应该，我以后跟他学好，如何如何，这就非常好。但这个不是我强加给你，这是舞台，这不是讲台，说相声都讲课了，还要学校干嘛呀？所以说好多人就愿意跟说相声的去较真去挑剔。哎呀，你看这听完了相声啊，我这个做人的标准都下降了。我心说你在家还看毛片呢，你没法弄。所以有时候也很为难，不容易啊。有人说相声很简单，这俩人站台上一瞎说就完了。您记住了，最难就是我们这行啊。如果说演小品比我们简单一百倍啊，那就容易多了。它是直观感的东西啊。这个人演老太太，那演他什么儿子，两个人台上哎，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布景有服装，对，两个人来演这，你会亲眼看到这一切的呈现，刻画人物。相声没有，全是我一张嘴告诉你时间地点人物故事情节冲突矛盾笑料，我还得让你笑，是我带着你进入一个幻想这个情景来，你去设想那个楼房什么样，那个人物什么样，这得多的能耐这玩意儿啊！要演小品呢，我们找艺术家了，这真容易。我们俩演小品那还不简单吗？啊，我粘个胡子，我演个祖宗，然后我从这边我下班回来，然后。咱俩还是说相声挺好，我觉得这辈儿落的还小点儿。
不，这那个比这个简单的多，是全靠两人。有人说相声简单，列位，哪怕台上有的时候有一种包袱的技巧叫伦理哏，对，就是这边叫儿子，那边叫爸爸，就用这个辈分的差异来找一个小玩笑。哪怕是叫声儿子，那答应一声都得学三年。我叫儿子哪有喊阿姨的？答应错了，你嘴太快了。哎呀，于老师，我又吃亏了。啊，刚才我没说明，咱们再来啊，叫一声儿子。德国这是我的家，我得想着我哪年来的这儿，没来，岁数大，我会承认的，我会承认的。老了，什么叫老？这是台上叫儿子，说玩笑话。你得知道人家怎么叫，你才能学会怎么回答。就很难。儿子，哎，儿子啊，儿子，这叫什么呀？这是平仄音韵学，并不是说叫个爸爸叫儿子那儿答应就毕业了，就光这答应学三年，你说难不难？我们这行跟别的行业区别在哪儿？别的人都是爬山，一蹬一蹬的往山上爬，我们这大门在山脚下。啊，打开门之后，屋里边开始开机儿，啊，所以门一开，是人不是人，连人带狗就全进来了。啊，好家伙，进来之后就有那个偷懒的，不愿意往上爬，得了，咱们跟这凑合吧，好歹也进了门了。得了，你也是艺术家，我也是艺术家，好了，咱们一块凑合，都想蒙事儿，实际上不容易，不容易，既要跟观众打交道，又要跟后台的孩子们打成一片，你得告诉他相声是怎么学的。不容易，德云社有自己的相声学校，对，这都在我们这教课。于老师，于老师在我们学校好，所有的老师里边，于老师这份有捧我，如同是天上的星星一样，我就那么亮，哎，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。有我没我都行，不是，没你不行啊，怎么不行？我也讲课啊，我一讲课孩子们还有冲嘴的呢。哦、啊！我一说他不爱听的，你瞧瞧，他一说大伙都瞪着眼，精神集中，怕他说错啊，飞着我呢啊！你像什么岳云鹏啊、孔云龙啊、烧饼啊，我儿子郭麒麟呐、啊，这些个都是我们自己学校里边培养出来的。哦，一上课的都爱跟于老师斗。对，他这个人好开玩笑，那我喜欢斗。一上去啊，上课，然后该睡觉睡觉，我别打扰你们啊！你看哪老师这样说话？哎，和尚。睡觉，我别，要不我别说话了啊！啊，我不出声，别影响你们睡觉。行，逢这个时候都我儿子站起来，他听说吧啊！你不说话睡不着觉。哎，他听习惯了嘛，他好跟孩子们斗。嗯，不睡咱们就上课啊！那讲讲吧，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相声历史。好，水有源，树有根啊！相声哪年有的呀？啊，这是一个鸡生蛋，蛋生鸡的故事。这上纲上线，郭麒麟又站起来了。嗯，那您说吧，世上先有了鸡，先有了蛋呢？这是抬杠，小孩开玩笑啊。也是于老师，怎么着？世界上先有的鸡啊、哦？我回答上来了。我儿子问他了啊，那您说说世界上第一只鸡是怎么来的？告诉他，于老师仰天长笑，哎，生活所迫。这么难的一个题让我给回答上了，我就告诉这个呀，我不容易啊，那是不容易，而且每节课都得用于老师，我都给他们讲。我举例子啊，啊，这节课是相声历史，哦，下课了，孩子们再上课，体育课，啊，那是练。这30多学生操场上站好了。干嘛？准备跑步，我都摆上姿势。跑步是锻炼肺活量，对啊，跟着等着啊，这儿喊孙老师，孙老师。孙老师叫孙悦，那孙悦教体育，德云社的大胖子啊，比这桌子还宽，这么胖。我师弟啊，太胖哦。来那年我就问他了，你多少斤啊？我260斤。后来我知道上当了，怎么呢？秤就到260斤了。哎，都打到头了那。孙胖子那裤衩脱下来放那儿，嗯，他要不穿上，你不知道干嘛用的。好家伙！啊，你不像于老师那个两根线儿啊，别提这个。大款式不一样，大胖子啊，孙胖子坐飞机得买2张票，嚯，
两张都得靠窗户。哦，那就堵瓷似的给人家。好，那天坐地下，地下一个油印儿，哎呀，至于吗？大胖啊，教体育。哎呦，你们又多恨他呀！孩子们都站好了，准备跑步。哦，这儿请孙老师，他来俩学生把孙老师从办公室里架出来了，都得架着出来。操场上有红木的圈椅，那椅子大。孙老师往后一仰啊，俩学生往这里边塞肉。哎，这孙老师一边挂着半扇猪脖子，把人塞进去啊，脖子这挂着一个哨，这哨干嘛用？他一吹哨啊，孩子们好跑。我听这声，拿着哨，哎呦，先喘，吹吧，有这三口气都吹完了。死了，至于不至于？孩子跑了啊！这俩学生不能动，干嘛呀？请于老师，我来干什么？代课，带着跑，替胖子跟孩子跑。哎呦，这儿打办公室，赶紧出来啊！啊，到胖子这儿先鞠躬，我得先把白事办了。一转身，于老师像脱缰的野狗一样，野狗一样啊！我在咬着谁？野马一样，野马狗一样，怎么非有这狗跟着？好了啊，孩子们在抢救孙胖子。好，这才实话实说啊啊，不容易，这岁数四十多啊，小孩们，你郭麒麟他们十七八二十郎当岁数，那算什么呀？啊，跑完了三分钟，平复，喘匀了，对，进教室，于老师再进教室，哎，哎呀，岁数不饶人，哎，就是喘。啊，这口气儿，孩子们还等着，怎么也回不去，就让这口气儿往下走。嗯，气儿是可以往下走的，当然是可以往下走的。气儿就是如同有生命一样，怎么叫生命？上面捂着嘴出不去，啊，气儿也琢磨下去吧。啊，这是气儿琢磨的吗？这个？下去找看哪有亮光啊？哪有亮光啊？哎，前面好像有亮光啊？是吗？呼声呼声的啊，这没听错过。哎哎，趁着有亮光出来吧。啊，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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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降了吧，起降，起了个降，降降了吧，起降，起降，起，嘟啪！我放出一秧歌背来，顺着身体的中后偏下部啊，排出一股子烟来，是有烟吗？整个教室里半拉教室浓烟笼罩，没听说，看不见于老师啊！郭麒麟吓坏了啊！村长老收了神通吧？嗨！哪儿蹦出这么一句来？二十分钟啊，谦儿哥打云雾里，我一直在屁里照着呢。我喜欢被烟雾笼罩的感觉。我改合格物了啊！当然，他也害臊，这搁谁死都害臊，失照尊严啊，也难受，不体面。可这个岁数他憋不住，那是。后来想，有没有办法能？堵上点儿，这堵上，来个葡萄，拧上的是吧？行吗？问题是葡萄它容易碎啊，那玩意儿还脏裤衩呢。哎，而且这对您来说，它那葡萄完事儿还两半儿，怎么呢？你是钉子裤啊？别提这个。切开了也是，这没听说过。来个枣，枣枣行吗？枣问题是有核啊，那怕什么？生根发芽怎么办？干嘛搁那么长时间？来个酒枣，泡过的，那要上头呢。碰茶酒架的说不清楚啊，至于不至于？来个藕，藕行，藕很好啊，大小适中。嗯，问题是藕它带眼儿。这您明白了，容易放碎啊，这挺好，一笔改花洒了。哎，这不行，这不行，冬瓜
冬瓜稍微大了一点儿，甭稍微了，就是大了。榴莲，哎，嚯！啊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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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样？咱们还是商量商量冬瓜吧，好吗？这受不了。我有一朋友啊，开打靶场的，干嘛呀？有用完了那个作废的子弹头，有用吗？给了于老师一个，啊，子弹头黄铜的。这么大，一头圆一头尖，是，哎，也很上品的东西。这有什么上品？黄铜的，是，谦儿哥托在手里。嗯，啊，就别掂了。哎，你们那儿不是还有炮弹吗？那用不着，用不着，就这挺好，知道吗？哎，啊，这么大 啊，找一个大师给开开光，用得上开光吗？这？大师，你给我开光念念啊！还念？怎么用啊？大师都不明白，这劲、就、儿、是、啊！哎，嚯，现演示啊！合着大师点点头，能念吗？嗯，啊，能念。怎么念？出入平安，出入平安。废话，这用他念吗？这个出入平安，上头打眼儿干嘛呀？拴根绳子啊，脖子上一挂。挂脖子上，哎，平时没事挂脖子上啊、哦。用的时候拿起来，嗯，再上课举手投足啊，也没有这么精神这个啊，没事儿，我抽了烟了，很开心，很开心啊。当然了，你不能老带着它，是，哎，下了课了或者差不多呢，嗯，也得让它见见天日。嗨，不用那么文静，上哪儿去把它拿出来呢？啊。教室里边都是孩子，再让人看见。办公室里边还有老师，人也不少。最好的地方就是学校的公共厕所，上厕所就可以。哎，一望两望没人啊。于老师，奔厕所。哦。嚯！我上厕所唱戏去了吗？哎，行，我在尿坑里头一会儿。厕所没人，啊，没人。闻了心神，我好这口儿是怎么着？我这是闻心神的吗？这不是精神啊！啊，我到那儿过瘾去了。干嘛呢？这是40分钟啊！厕所都没味儿啊！是，我都中毒了呢，脸都黑了。好家伙！确实厕所没人，没人就赶紧，我再到旁边男厕所看看。哎，嚯，回来吧，行，甭看，合着我一直在女厕所那磨蹭呢。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不用这么细致。这是到了男厕所了哟啊，闻闻有没有生人味儿。哪儿有生人，就是生屎味儿了呢。整个人为之一震，哎，比扎了针都管用啊。开心的啊啊，解裤子，找这绳一头，还甩一头出来。别甩了，甩什么天真呢啊。这是甩出上面的鞋。好家伙，这大师白念了。很平安，还走什么平安？能蹬出来就平安。那是你哨平安啊。墙上有一钉子啊，挂东西。行，别擦了，不是什么干净东西。哎，拿手一摸啊啊，兜里有一包面巾纸。哦，你就来了，方便一下吧。也行，解裤子蹲那儿方便啊。哎，方便完了，把这拿出来一撕。哦，擦吧。小面包啊，我这手感也太差点了吧。你这小面包这都有什么用啊？哎，吃了，我就在那儿就吃了，做思考状。这菜吃就吃，思考什么？非得等人来，可不是吗？谁上厕所找着钥匙啊？20分钟、嗯，孙胖子来了，嚯，他反省过来了，嗯，进来，
大胖子、啊、大胖子一进厕所愣了、哦、转看见于谦蹲在那儿剔牙，呵，恶心不恶心的，我还剔牙，这一面包不够塞的吧，孙胖都傻了啊，没见过在那儿剔牙，看什么看啊，你来晚了啊，我都给吃了，好胖子愣了、啊、都给吃了啊，哦，就别嚷了，你倒说清楚什么都给吃了啊，胖子啊，有点纸，就这么事儿，没带纸啊，嗯，孙胖掏纸给于老师，给吧，哎，胖子自己这儿先把脖子这事儿摘下，干嘛挂，这是就一个钉子，就挂在钉子上，哎，胖子这事儿跟您那子弹头打一块儿都挂那儿，孙胖子解裤子，嗯，并且方便干这来的，这儿并且啪什么样，啪行了，好，他还提速了，俩人挨着蹲着呀、啊、于老师支棱耳朵一听，哎，这我这都是坑，我还一个腿这么站，嗯，大气啊，什么可大气，一听啊，哭嚓哭嚓啊，于老师就勾起食欲了，没听说，我听说能勾起食欲来了，想起来小时候最爱吃的一样东西，什么呀，芝麻酱或红糖，那么恶心，哎呀，还听着哭嚓哭嚓，这不用找了，一会儿我就买去，买去了，买芝麻酱或红糖，嗯，站起来系上裤子往外就走，走吧，出去又回来了，怎么呢，忘擦屁股，这嗨，太忙了，擦完了屁股，嗯，怎么着，我那小子弹头还在那儿挂着，别把这忘了，这要拿过来弄上，孙胖看着得笑，别让他看，拿身子挡着孙胖，哦，伸手摘着绳头，哦，摘就把这哨摘下来，对，后挂的就先摘下来，孙胖这哨定制，哦，纯铁的，哎，12斤，没听说12斤的哨，大铁哨啊，于老拿过来挡着胖，哎呦，往常你想子弹头这么大，嗯，一头有尖儿，往常，哎，走，哎哎，我这一下塞天根了，给我，这走了，今天不一样啊，是的，大铁哨，嗯，行了，您就不明白了，您这事儿男人就要对自个儿狠一点，知道吗，好家伙，12斤大铁哨，我这负着重呢，那可不，这一躺下都到扁条线了，没听说至于这么长吗，这事儿慢慢磨合呗，这叫什么磨合呀，好家伙，我都快坐地下了，我跟上刑场似的，出去了，嗯，孙胖子不知道啊，啊，方便完了，系好了裤子，嗯，一伸手把这子弹摘下，啊，好，哎呀，嚯，还不如我这个呢，学生们都等着呢，啊啊，这节课于老师的课，啊，门一开，嗯，于老师昂首挺胸进来了，我这是昂首挺胸吗，心里的状态是昂首挺胸，是还没磨合好呢啊，同学们好，哎，老师好，人家，嗯，于老师突然间想起来了，想起什么来，这节课一下课我可以去买芝麻酱或红糖，好，还没忘，心情愉快啊，人一下就放松了，放松好，一放松就全松了，什么叫全松，
这股子气儿可就没憋住。哦，打后边，咚，孩子们都傻了。啊，我儿子站起来了，我实在跑不动了。是让你跑步，怎么又是体育课呀？谁说是体育课？脸红了。那是讨厌啊！郭麒麟，这节课课间休息都出去玩，你不许动。好，你也不许上厕所，受罚，罚你做卫生。嚯，下课大伙都出去了，教室里就剩我儿子一个人，留他擦桌扫地都没事，恨他。啊，你不让我上厕所，打刚才就想去厕所。嗯，不让去不去吧。啊，不让去哪儿都是厕所。这叫什么话？讲桌后边有老师一把椅子，那是我讲课坐的。于老师的，郭麒麟上这椅子，嗯，裤衩，哎呦，这搞了一坨便便。啊，嗨。说在那儿的小孩淘气啊，拿笔写了个条，写的是仨字儿，我拉的。这多大胆子，这孩子放桌子上啊，转身出去了。嗯，一会儿功夫于老师回来了。 啊很开心。开心芝麻酱火红糖，哎，终于吃上了。开心。瞧瞧，嗯，芝麻酱火红糖，那谁说的？哇，哎，你明白了，一看桌完一条，我拉的，就知道是孩子们淘气。对，等着吧。啊，门一开，啊，岳云鹏进来了。小岳，老师好。这仨字念什么呀？啊，我拉的。我一好，这就打呀！站着站，罚站。站这儿。啊，又一开门，又，哦，打外边。孔云龙进来了。怎么的，小三儿？啊？怎么了？挨罚了？啊，好。老师好。念什么呀？不认字还罚了吧？我拉的。哎呀，这也没跑了。这屋三十来个学生，嗯，每人挨着一顿打。哦，全跟那儿站着。那是。到最后郭麒麟进来了，就是他。辛苦大家，辛苦，受累了，辛苦啊。不受累了。老师好。嗯，念什么呀？嗯，不认识。不认识。你怎么能不认识呢？什么呀？我拉的。哇，满屋的人都疯了。啊，你拉，你打我们。怎么那么乱？孩子们憋着打老师啊，千钧一发，操场上乱了。快来人呐！啊，孙老师中枪了，中枪了！全出去了啊！你瞧瞧，到操场一看，孙胖躺地躺着啊，嘴里含着个子弹，哎，脸都黑了，哎，那也是熏的。那孩子们还捧呢，练过，怎么准是子弹过来，张嘴叼住了啊，叼住了。哪那么大能？教室里边就剩下于老师和郭麒麟，我们俩没去，爷儿俩对着脸站着，你算算账。于老师急了啊，郭麒麟今天跟你没完，说的说的，我非打上你。对了，孩子说为什么呀？啊，为什么啊？这是什么？我说出来，芝麻酱或红糖。呵呵，你这孩子嘴真硬啊！啊，芝麻酱或红糖，我让你心服口服。你要怎么着？哎呦，嚯，嗯啊，哎呀！